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，但是努力的成果啊，虽然是有成果哈、啊，我们今年招商全国第一名，那我们的税率啊，这个全国最低5.3%啊，但是我想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啊，我们所以未来有希望啊啊，我们希望未来更多厂商到南台湾，到大高雄，今年就要合并来投资啊，鸿海集团。啊，这个董事长告诉我哈、啊，因为爸爸水在关系啊，这郭台铭啊，我们有机会接触啊，他也很欣赏我，他说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他愿意到高雄来投资。同时我们有问卷啊，有问卷，问卷的部分呢也这样子的，舞台右手边这个地方啊，如果说你有想加我们的问卷的话，好，请来参加这个活动啊。好，如果你有想加的话，欢迎做我那里啊。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。谢谢台俊，台俊。对，你好。啊，你这个轮班三班吗？啊，我们是两班制的，12小时。啊，好，所以12小时。对，因为我们一般12小时。对，我们会配合加班。请坐，请坐。要配合加班的。一般一天12小时工作。对。12小时，那一般加班4小时。我们其实原则上是加2.5小时，因为我们都还有排休息时间给员工。啊。对啊，所以今这样整个工作一天下来的话，其实实际的工作时间是11.5小时而已。哦，11小时半。对对，因为中间他们上满8个小时之后，会让他们休息用餐，然后用餐完毕之后再继续加班，这样子。所以每天加班4小时。不会，大概2到2.5个小时而已。对，2到3这样。嗯，好， okay. 谢谢。哦，我用笑脸的哈，啊好，注意找到工作啊。好，这个我懂。啊，白董你嘛好吧？啊，白董。还有谁？啊，还好。那我们昨天还有办会，我们昨天还有就是聚餐。哦，安内啊，跟他问好一下。我立功没有签名。没签名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很喜欢你。对啊，很喜欢，可以一起拍照。好一下哈，对，你身体好一点，现场拍照一下。没关系啊，没什么问题。你叫秦天佑吗？白总。还蛮健康的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好。现场加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你们薪资多少钱？20000。20000啊？一般的活上马内吗？哦。